不管那唱诵的如何，就是那份心啊。所以呢，佛光的不可思议，就是偶然出头天的时间。这一场法会也让我们知道呢，团结善心的重要。不是在呢，矫揉造作的那一份心，唱得太好听都没有办法。我们也感恩感恩所有的佛菩萨的慈悲，让我们人心回到自身。